ません。すいません。念的名字，我佛陀名字，然后祈求观音菩萨和慧远，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、心想事成、一家万事兴。好，先跪下来。Do something for my Buddha, Gui Wei. 先定记得啊，对，然后给了佛陀。给我一块菩萨，东西顺利吗？顺利的话，啊，给我一个圣杯，菩萨的圣杯，啊，什么什么。要问观菩萨吗？没了，就是家平平安安的。是。OK， 现在帮你们这些吉祥物开光。OK， 谢谢。然后你要讲你名字。吉祥物为你为主。门的在门的五楼。空的没有用，这个不能用，要放东西进去才可以用。所以这个东西空心，它这个的原意就是一个聚气的东西，可是今天它。然后他们卖你的时候没有跟你说要放东西进去，他用意就是要你们放东西入宝，入宝了之后，然后它才有能量。然后今天你要什么样的效果，就要放什么样的料进去。所以你今天就算我跟你开了光之后，
我没有入宝，它的耐度力也不会久，所以你要这个东西，下次入宝之后你拿来我店，我再跟你重新开光，这样才是正确的。跟观音菩萨一样，观音菩萨我没有入宝的话，那你看他们后面就下面给你开，对对对，比较给你容易进去。然后入宝之后，它的能量就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就算是实心的那个神像的话，我们如果抢修的话，我们都要钻洞放东西进去。这个迟一点点，我们会给你弄，可以。教你怎样弄，不然的话，这个东西没办法聚气。可以。哎，是。观菩萨，求平安。来，观音求平安。来。是。来，讲你名字，跟观菩萨求。讲这个名，这个叫什么名？给观音奶奶，我得他自己天气更好。嗯。聪明。啊，会读书，聪明伶俐。啊，你是什么？你是谁？什么名？观菩萨，打气。看观音，回来，都讲无？不讲了。都得讲。去观音，那你讲妈咪讲的，我得讲的，我得。那个观音奶奶，啊，得到了错明慧，啊，叫观音奶奶身体健康，给他子保佑平安，啊。归拜托，拜，啊，拜啊，啊，不用太辛苦。有买马票的吗？有。7336。7366。7336。7336。对。试看看。OK。这关不上别人。OK。对，请问你是贵姓啊？我姓李。姓李啊？你是怎样是会认识到我们玉皇玄学的周永正大师？哦，我是看晚报的。晚报啊。然后晚报里面不是有讲周师傅啊，对这一看风水啦，然后就是算那个八字啊，什么很厉害啦，然后我就去找咯。它里面是写英文，我看不懂啦，然后我就打电话啦，
他就讲在嘎东 shopping center 了，我去找，然后就是去那边看，然后周师傅是看我的那个生辰八字啦，然后就是讲我没有拜祖先啦，然后是就是因为这样讲啦，然后我就叫周师傅帮我弄哦，然后请他来帮我看风水。好、oh, ，OK。就之前你有没有找过其他的风水师呢？有。哦、oh,。在买房子的，就是去年我刚刚买，然后是因为请一个风水来看，就是还没有搬进来的时候，就是叫他帮我看风水啦，然后我身材要怎样换啦之类咯，然后就是装修要怎样子怎样子适合我们全家咯。然后他就是帮我们看啊，说看完了过后，你会那时候之前那个风水师看完过后，那个风水有好到吗？看是对我来讲是讲没有什么起色啦，所以我就是看那个网报，我就觉得就是里面讲周师傅很好嘛，然后我就去找他啦，帮我看啊。这样你看到周师傅的时候，周大师的时候，对吗？嗯，你觉得他跟其他的风水师有什么分别？我觉得他区别是蛮大的咯。有什么区别呢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他区别哈、哦、是，其实老实讲，本身我以前是不相信这个，然后是因为周师傅这样讲的话哈、哦，我就觉得起初是不相信，然后是过了感觉自己是真的越来越不对劲，然后之后我就再去找周师傅，是，是，然后他是帮我做拜了什么啦，然后就正有起色了，是觉得不错啦，然后就因为我就是叫他帮我看那个风水一起看啦，因为家里是怎样哦，能，就是周师傅就是请他的徒弟啊，然后就过来看啦。OK， so 刚才我们经过了整个那个安神还有那个风水的那个过程，你本身有什么感想呢？我是如果是安之前他的换水哈、哦、把我的身材就是换那边的话哈、哦、我是觉得好像没有这样光亮啊，是之前周师傅是后来来看换水的话，他是建议我换在换一个地方啦、啊、然后我是觉得换了一个地方是觉得有那种光泽啊，那个我也不会形容这样讲，没有关系。好，说、so, 一个礼拜前周师傅来到你的周德发师傅啊来到你的家、啊、跟你清理你的家跟你调整风水过后，你有看到什么显著的的进展？有，就是来这边第二第一次的话，第二天我中了麻票。可不可以跟我们读者中了麻票，可能是我大概是多少钱？600块。OK， 600块，因为是路是那个啊那个 mask 啊，他们是讲 mask， 不过我买的是蛮大，是买10块啦，我是想试试看啦、啊，买10块中了600。OK， 所、so, 以你是希望说今天做完这些安神的，帮你安好神过后。这些仪式过后，你是希望说，我是第一怎样，周师傅怎样可以帮到你呢？我第一的心愿就是讲家哦会平安，平平安安啦、啊，每个人就是身体健康就对了啦。然后就是讲我先生做工就是讲顺的，就是他顺顺利利这样子平安，就是我是要求这两样就好。然后至于偏财嘛，就是讲当然有是好啦。是偏财小财，每个人都是会讲花小财一点点啦、啊。好、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时间。啊